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啊，中风三十七，你在五供，我们在请中火开始，那个流啊，阿弥陀开始讲，流在世间呢、啊，长夜苦啊，这个意思大家听不懂啊，就好像我们在世间呢、啊，能做事能救助，像我们在为众生呢、啊，很多人做不到，那你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假如你会为众生，啊，阿在爱哭我把就爱哭我，为众生呐、啊，为众生就是救你，你也是众生之一。假如说我们今天、啊、所赚的钱就自己发，孩子发，我告诉你，那我告诉你，你绝对留在世间长夜苦，啊，即使富贵亦有时，啊，富贵有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一口气在，我们要见性，啊，主要见性找为本能。能够帮助众生，救一个算一个。我告诉你，那你今天就没有白来，啊，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像我常常我学佛以后，我常常给老人讲，早一点学佛，啊，不要等病了就不能学佛，病了以后躺在床上，啊，每天三班护士，我告诉你啊，那个都不是人道了。我在讲这个，很多人会来抵抗说不是人道，不然你看看你们哪个。躺在床上，哪个是人道？那个头脑乱想啊，不可能是人道的啦。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改自己了，改慈悲了，啊，改帮助人了，啊，你不帮助人，你想见性不可能，不能不懂。你也是人道，人也是人道。只要你帮人，就是帮自己。假如你对人有嫉妒，你就输掉。这不能不懂。啊，所以啊，佛又讲，留在世间长夜苦，即使富贵亦有时，时间很短。啊，若是造业苦中苦啊，再来一世流马还。你看，他们不懂了，当流马。像现在。佛慈悲啊，把这个畜生到了第一啊，尤其淫欲众生才多嘞。哦，这个淫欲众生啊，把这个华喜这张拿出来给他们男众去看。哦，这个20岁啊，啊，看就开始玩女人，玩到啊一直老一直老，他自己也一直后来当宠，他冤为男众，华喜这个访问的，对，给男众们放那边。桌上男众都要看，啊，放在那边没关系，都要看，男女都要看，不是女众看而已。啊，像这淫欲，我跟你讲，像以前李时光啊，啊，我看他啊这个经典来讲，再有讲说冤鬼乱动都是淫欲来的。像我们人生很短啊。不值得搞这个，而且搞得会生病又当宠，不能不懂。若是造业苦中苦，再来一世流马还，这是真的。像这个流马都是来还债的啊。或若地狱啊受刑啊受业刑，何不转换流之用？这句话很重要，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个性自私自利，啊，就是为了一家，没有为啊，等下取一社会归社会，那我告诉你，又自私自利又造业。像我们现在比丘比丘尼也给比丘比丘尼讲，假如你们不慈悲，也不能践行啊，很现实的啊，啊，一定要慈悲，自己也苦，自己也不能做主，啊，一定要践行。来帮助人，啊，说或若地狱受刑业，何不转放流之用？啊，这个转放流之用大家不同。像我们呢、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我们生一生了，老病死可以给他停起来，可以的，你把自己忘掉就可以。很多人做不到这，笨死不是聪明人。
你真的不是自己，就是救自己。啊，就好像我什么都会，啊，什么都会，你只要有高傲，你就全输了。这不能不懂。啊，你什么都会，帮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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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就赢了。这不能不懂。所以啊，佛语啊，第一说业何不转换啊，刘志勇啊，所以精进修行将业转，就是我要改，我改，啊，180度的改，不嫉妒，不障碍，像相关大佛是不能嫉妒我，啊，相关大佛是看人家修得很好，嫉妒。第一个，我告诉你，入无间地狱，因为相关大佛要乘船，他是乘船的。每个人都可以乘船的，像有时候我们看了心量不大，会嫉妒。我告诉你，要见性也难，一定要忏悔。啊，像我们精进修行是要把自己给忘掉，啊，也把业转了，啊，度己度众啊，就是事情。有没有看？自己要度自己，把自己个性要改，啊，度众就是事情。说无量有缘啊，得超度啊，能往西方啊，离轮回。像我们跟这个大地都有缘的嘞，这不能不懂。啊，假如我们呢给大众讲，生活只有自己还是一家，那你就输了。现在我们黄路人山人海，哪个是一家？没有一个一家的啦，都是独生独气，独死独来。像人道来的不容易哦，啊，能够珍惜呀，找回自己，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所以切莫轻易。空流过，此生是为救众来，那你就对了。将来在我们相关大佛寺，你不是救度众生，你是自私的，你一定生病的啦，你一定要度众的嘞。像佛法非常浩瀚，啊，人的科技科技不得了。像我们每一个毛细孔，每一个毛囊，哎呦不得了，这么多众生，啊，请了无量无边的。像来你不要问谁，问佛，佛刚刚请那么多头不还有，佛说还有，你看，那看得见呐、啊，我讲佛的厉害，啊，像这个在做这个护法头部的，看不见，找不到。呵呵啊，问我就最快了。那我们现在学佛就学这功夫了。啊，说切莫轻易空流过，此生是为救众来。啊，莫以真相，啊，相看恒。啊，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像我们知道因跟果。啊，好不好改难改。啊，为什么难改改的啊？我知道这不行，啊，不能做，啊，我们个性就有这个要去做，那就不对了。那个就是改个性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啊，所以三心啊，三生离名色，有没有看到？三心三生离名色，为啥？护体就多了，啊，为了这身体。啊，为了身体付出的代价，不值得的。像给大众，这身体是借你用的，是来找回自己的。假如这个身体啊，你为这身体付出，那太不值钱。说莫以啊，真相相看恒，三心三生离名色，啊。
所以越附体啊，你就越不灵敏了。啊，过往遗言啊，将夜长，恳请冤亲留生路。像我也给你们十栋弟子的冤亲再度讲过了。你们是当鬼，你们是当烟的来，你们只有啊，这个你，这个给大众讲啊，80、50一直大家都有，像伊丽莎都有，都可以跟你对话的来。夏博士、夏文大博士打开，虽小的伊丽莎也是一滴水也是，很可怕的嘞。像我们吃的东西都是，都可以对话的。像昨天也有台湾的水果，啊，也是台湾来种的，那凤梨，他们想要访问我都没时间，给他。他们都会要访问的嘞。才知道去当凤梨啊，当水果啊，谁害的？自己害的。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跟佛走最好，啊，整个心跟佛一样，啊，纯净纯正不造业。给大众讲要听哦，像这个功夫啊，可以讲全世界没有人，几百亿也没有这个功夫了。你要进化就有，像可以找回自己功夫，不找回功夫啊，往外求那就太可惜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啊，所以国王啊，一言将夜。啊，夜唱，恳求啊，冤亲留生路。啊，经已啊，啊，经即啊，佛道随佛行，让任何功德福德行，就是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功德，不能骗人呐、啊。像你要了解我一个三十天抄多少，这不行抄这不行，一直在发挥的嘞。啊，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啊，越来越好，灵敏度也越来越好。啊，所以啊，给大众讲啊，主要我们要跟我们众生化解的，像我们欠人家这么多，啊，而且你看到我身上是在救人的，就这么多啊，啊，你们都是自私，你要更多哦。所以你看外面的老人走不动就在这里啊，啊，所以经营啊，佛道随佛行，任何功德福德行，回向冤亲啊，结冤仇。像能够积功德的做佛事，自己第一个改变救自己啊，自己救起来才能救人，你自己救不起来，你要救人不可能的啦。我给大众讲要听，啊，自己没有能力啊，也就淘汰了。说时时啊，时时无他将佛念，啊，这个唯啊唯念弥陀，默念他。口中啊，勿说嗔怒语，就是生气啊。啊，假如说口气不好都不行。啊，徒留啊，口业在人间。这句话很深，反正你造什么业，就在你身上了。啊，为什么要叫你念南无阿弥陀？给你消业的嘞，啊，我们不能不懂哦。
像你们来贵宝地啊给大众讲，你们都赚到了，现在的网站听的也赚到了啊，心啊有佛的意思，大家听不懂。像我们今天学的无量寿经，依教奉行就是心有佛了。假如我们啊无量寿经不能遵守，不是心有佛。像我给大众拜佛很重要的嘞，啊，你不肯拜我，你不可能见性的啦。一大堆众生你怎么出来？拜佛众生才能出来的嘞。每一句话都有佛号，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都要有的嘞。众生才出得来，不然你出不来的啦。像你们被控制的空间都不同的嘞，这不能不懂啊。像我也给你们的啊，冤亲债主讲，每个人都一样，愚痴到极点哦，来到这里都可以救你的，你偏要控制他，给他不能做。哎呦，我真想不通，笨死了。这不能不懂啊！说口中啊，啊，这个时时无他，将佛念啊，唯念弥陀，默念他，口中勿说嗔怒啊，像一直生气不行的来啊！说徒留口业在人间，说无好，无好，无坏，无对错。像我们现在的无好无坏无对错，这个很重要，给大众讲啊。像现在你讲有看好跟看坏，你要见性不可能啊。不管好不好，你就想好。比如你碰到瓶颈了，好啊，那就化解它。你碰到瓶颈不讲好，你不能化解。我给大众讲要听了，现在什么都要想好，像我对佛一样，每句话我都记在心头。阿佛讲一定要纯净纯善，什么叫做纯净纯善？没有自己的，帮助人的。所以在于此心啊，何正道？无好啊，无好无坏，无对错。所以啊，吐口啊，吐流口业在人间，口中无所成辱，不能不懂的嘞。像我们呢、啊，人呢、啊，生命脆弱的嘞，也不能做主。好好的经营啊，对自己帮助很大。所以无论如何啊。啊，平心对对自己，你对人平你就平了。啊，众众是佛因礼敬啊。像啊，我假如是你，我一定要把这功夫学到。这么好的功夫不学太可惜了，就我的个性不能学，那就太可惜了。个性不值钱呐。这不能不懂啊！啊，所以在于此心，啊，这个何正道，这个无论啊如何平心对，这是救你。就好像我们今天学佛，啊，礼敬诸佛，很重要的嘞。啊，众众是佛，应礼敬啊。像今天呢。佛人创造极乐世界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每一尊都佛，你看一个蝼蚁也是佛，一只一沙也是佛，你看现在海底啦，这个沙啦，大地都在烧，像我昨天烧了地水火风，哎呦，那个大地密密麻麻，
这个水大家好像听不懂，不是水的水，大海是水，溪流是水，啊，能够照着整个大陆的大海溪流，啊，整个东南亚，整个这个台湾跟澳大利亚，啊，香港都可以的嘞。这个来超度也要看心量了，啊，心量一大，哦，重重无间，速度非常快。啊，今天不学佛也不懂，啊，学佛才知道，哇，这净化的心啊，对自己啊帮助最大。说无因缘别而行别，此时啊，共聚啊，啊为解苦。啊，现在大家来到香闻道佛寺，啊，是要来解苦，人道没路了。现在澳洲人不懂，人没有死的啦。像你们澳洲人很老实很多，啊，那菩提多也不懂，啊，那菩提怎么来？思维来了。现在我们知道这思维很可怕，啊，你思维越不正了，你这个人就歪掉了，啊，你思维越来越正，越来越正，啊，还是帮人呢、啊、拖胎放，那你就赚到。像我们这个功夫全世界没有的，佛教的人谁都可以跟他学，看有没有心想见性，自私见不了性的啦，很维系我给大众讲要听。像今天你也看到我的牌位，你看我抄多少，也不懂一直抄，啊，所以给大众讲，身体也不给附体很重要，啊，附体人都不能做主。所以给大众讲，是因业别而行别，众众是佛因理解，此时共聚为解苦。但我们这里是要解苦的，像现在人道不知苦很难修。现在我问大众，你来这里时间干什么？这是梦候应该要见性的嘞，不要一天过一天，浪费时间，把时间给浪费掉了，那就太可惜了。啊，若不知苦难正修啊，未见真相已反动。说何时醒来啊？积极啊，积极行！现在我们呢，在香闻道佛寺最棒的，静下来，找回自己，拜佛啊！拜佛要快，很多人不晓得拜佛，我是拜佛见性的啦。最安定的头顶来拜佛的脚足啊，很棒的嘞！啊，说未见真相于方中哦，何时醒来即即醒？何时啊转业见自性？我们可以转业很简单，为什么卡住这固执干什么？我想不通嘞。像我们大家也给大众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真的，真的是非常干净的。现在的小孩子也不懂，网上找了把众生都找到。像我们呢，啊，这个是五欲六尘呢，我也给大众讲很重要。像这个不要有这个习惯，五欲六尘，你找五欲六尘习惯，众生都找到。划不来的啦。很可怜，不懂。像我们今天来这五欲六尘是要来见性的，
啊，怎么坚信这身体啊能够开眼，人所讲的话你都可以不动啊，又有慈悲，那你就坚信了。假如说你觉得你功夫很好，你高你就输了，哪有功好，人道都会死，有什么高，只有学佛真的把自己忘掉能够学到佛。很简单，很多人做不到，我都想不通呢。非常简单的嘞，啊，何时转夜间之心呢、啊？何时醒来积极心？啊，拜佛对自己啊帮助最大的嘞。啊，说劝诸冤众啊离佛财，这身体真的是佛财哟。啊，这句话好像听不懂。你看第一，啊，几千个第一，看看几千的第一，那么多的第一，就是你这身体的佛才下第一的了。像我们啊学佛，不应该下第一的嘞，自私都下第一了。像我也给大众讲，虽然啊你们学佛，戒律很重要。以戒为心啊，不能不懂。所以啊，劝诸冤众哦，离佛宅，啊，法会同众讲佛理。啊，佛掌金啊金币啊，啊引众归，啊前往西方极乐地，这个很简单，大家搞了都不能往生，想不通。啊，所以啊，这个好像昨天抓到了，对不对？是昨天是几号？20号。啊，这个孩子问小孩子，他们就请教名字，我叫天洛。啊，那个那才对。那个孩子华子清又问他说，啊，请问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我不能来？你可以来啊。大家都是大地是我家，我说这里不能够前进吗？有说这里不能前进吗？我可以爬了很久才到这，我可是爬很久才实现，好大一个性。华裔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见金光护法神？什么叫护法神？孩子就讲，护法神就是保护这里的善神啊，可能会挡住你，问你为什么来这里？请问你没有遇到护法神？没有啊，我进来一直很顺畅。我闻到这里、啊、有嫩草味道，我让草地湿湿的，让我们身上感觉舒服。啊，那请问你为什么会去当黑神？啊，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怀疑讲留档。记录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借鉴。嘿嘿，这个蛇就讲，我本来是一个流氓啦，害怕吧？善哉善哉，佛地之中众生平等啊！我一下，哈哈，蛇讲，啊，既然我被你抓到，那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请放我一条生命。还在讲，我们会把你带到。外面放生，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请问你有没有其他同伴？没有，我一生单打独斗，单打独斗。我还讲，请问你有没有看见过你的双亲？我从小无父无母，独来独往，打从蛋壳出来就从未见过父。请问你几岁？多大？不知道怎么算了、啊，我只知道一天过一天了、啊。孩子是讲。啊，你来到显光大佛寺也是你的福报，我们把你写牌位，等了阿嬷敲经，让你舍灵脱胎，啊，这个放骨不再诞生，让你进入光明西方的化净土。啊，华严讲而已，上面有里面的蛇界的传说，黄金蛇。孩子讲，黄金蛇之前来这里，我们把它请上化净土。所以就讲，既然你们讲了，我
啊，虽然你们讲的我听不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发现一下，请问你当几次的蛇啊？蛇的这有什么？这有什么问题？啊，生了又是，请问你当几次的蛇？不知道。啊，请问你为什么会去当蛇？流氓都是要拿刀拿枪的，我只在一次刀枪中，我身上刺了一条黑龙，黑蛇，将来希望当个老大。时候我就这样想，可是现在看起来应该不是老大，应该是身体啊，我身体很短，现在是小蛇，小黑蛇啊。那我既然身体短，但我不是好的人啊，以后我要当一个大黑蛇。你看他就想坏的啊，这蛇不好。那孩子的，你可以在光明当佛，不用拿刀拿枪，也不当蛇，那是很快的地方，不会被人欺负。对啊，我是被人家欺负长大的，那都是过去。阿妈连牌位，你就可以重生，你可以恢复原来模样，有这么好事啊？对，这是乾坤大挪移，活力不可思议，而且好玩地方。听你们问话的口气，应该不是坏人。啊，华裔就想，你真是内行。啊，是他这个广播传来了，海亮海亮，啊，这个华裔说，你听，这是阿妈声音，这个蛇动不动，静静听。还是谢谢你接受访问的，啊，阿弥陀也可以跟我讲一声阿弥陀，酷酷的说，阿弥陀佛，啊，他也酷酷说，啊，好，那个蛇像我们这里很多动物，啊，都会来，而且来到这里都有福报，啊，只要他的脱身呐，就能够有人生。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啊，像我们的身体啊。啊，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假如你不往西方极乐世界，你现在看看你们头部在想什么？啊，你头部一想，你断气了，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像我们这个头部的思维很可怕的，所以二六十栋叫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不是迷信，啊，他是救世主，他能救你的。啊，假如你们对这个佛号不懂，可以听经。听经很重要，像你家不听经啊，就不能化解。像这个听经啊，我也给大众讲，你们大家啊都认识的啊，在台湾啊这个非常啊这个有名的教主叫余光中，这余光中啊。这个谁给他超度？卓树林。卓树林啊，以前在大学里啊，余光中他有听他讲课，啊，所以这个卓树林突然要超余光中，而且余光中是做什么？啊，大蚊虫，那个蚊虫啊，很大的水虫啊，啊，你看在世界可以讲第一的，啊，在我们讲是在台湾很有名，假如人都请到余光中不得了。可是他死掉就大，做那个啊大蚊虫，脚长的蚊虫啊。啊，这个因为啊，这个啊，卓水林给他超度有请到这个法净土啊，所以啊，他在法净土很傲慢啊，他不听哦，他在想什么，在听什么啊？这个两个手背还这样啊，哎这样啊，你听什么不听？啊，到后来他听经，他唱。所以我来讲他的故事给大众听，啊，我是余光中，听到我名字的人呢，应该对我所耳闻，包括我的文学啦，还有翻译的书籍啦，我是上文界的作家，也是教授，啊，这个，啊，这个也是教授，团里面啊，常说的夸赞我的代表人物，我一直维持一个形象，啊，那个形象就是。我是个文学素养很高的教授，所以这个当然每个人其实高教授也不是他本人啊。啊，我那天啊，我们去餐厅吃饭以后，我就知道不是他。
所以当每个人为什么会啊身体会被借用哦，其实人道应该要清醒啊，所以这个常受到夸张，我代表人，我一直维持一个形象，那形象就是我是文学素养很高的教授啊，当每个人看到我的时候都是西装笔挺，要不然一定是穿着衬衫，一定要啊维持屹立不摇的精神，我是文人。在我那个时代啊，能够到国外留学又能有丰富的学识啊，是多难得的事。我一向上课教学啊，学生的时候听过我讲课的学生都知道，其实我是温文而儒雅啊，这个风度翩翩。那个风度啊，偏偏啊，是从内在里在散发出来，因为有极高的内在素养啊，不管是中国文学或是外国文学，我都涉猎极广，外表显出的是文人的气质，其实我内心啊里面有一股傲气，因为我长得并不高，而且瘦瘦的，标准的文学教授气质就在我身上散发出来啊，我一生唯一的所爱的女人啊，范我纯是我的表妹，当我们一见钟情之后共同组合了家庭啊，互相伴随对方啊，这个特别的是心灵上的交集，忽然为我们啊瑜伽付出很多啊，所以啊只有我亲手写几句关心的话，就能够流露出彼此心灵的交集啊，毕生自认为不管在待人处事啦，为人师表啦，教授学生啦，我都是尽心尽力，自己心中有一把尺衡量我一生的作为啊，其实我是一个大好人，自我要求高，没有不良的嗜好，只喜欢执笔写一些生活上的乐趣体验，从文字上面来啊，这个描述啊，这个代表达内心啊，现实生活的共振，这也是一个作家喜欢写作的原因啊。有时写出的作品来暗示甚至批判当时社会情形，这一股作家喜欢以文笔来显现。可笑是，不管我的人生多么精彩，毕竟我还是要面对死亡啊！但我今生所作所为，能活到八九十岁啊，以八十九岁不，应该是以九十岁的一个人就够了啊！我不再讲一些啊光冕的堂皇的话，例如我会讲闽南话，可是我一句都不讲，甚至啊。啊，与人家说我是闽南人，我说我是江南人。而在当教授时，有些女性的学生对我投个暗恋的眼光，我都若无其事，但其实心中有灵魂想要背叛。一路走过来，我还是不敢有所谓啊，背叛的叫你朋友。啊，他总不说，现在也不想讲这个。啊，文绉绉的啦，啊，学术的一样，因为这样救不了救不了跟我一样，顶着教授的头衔的人，他写的这个，所以教授不谈收入了，光谈教授，两个字就令人起了恭敬心了。说大学教授是多令人呐、啊、崇高的地位，在社会地位里啊。我余光中的教育界及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有良好关系，所以地位很高，在好几所大学教过书，退休之后啊也到许多学校演讲，那时我正在传播所学的思想理念，正在分享我的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包括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教授啊，不管我心里有多少啊心事或是
多少不为人知的私密，只要一张讲台，我必须是一个人人称赞的教授。啊，以观众如同沐浴在光中一样，都是闪闪发亮。啊，在座听我演讲的人，个个都是心里崇拜，想从我演讲当中获取一些激励，让他们有激啊可循，将来也成为知名度的教授。因为我的职业关系，现实社会当中物质并不缺，回到家中直接喜欢翻阅书籍，心灵质量也非常丰富，所以对这些信仰一块我是空缺。虽然不迷信，也不去过教堂，也不去过佛寺，但我不执着不迷信，讲白就是不信这一切啦。所以这个教授们可要明白哦，当你是一个知名度教授，有多少是对你崇拜，不管男女，不分年纪，当他认识你把你偶像崇拜时，你更要小心哦，因为一言一行都成为大众媒体之下所言的公众人物。我是教授，冠上公众人物就非常俗气，只要书籍所卖的书，我余光中签上我名字余光中，就可以卖得很好。只有我余光中，我出的散文集写上几句励志的文字拿到了人都会欣喜狂欢。人无聊就会这样所以说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应该是人人毕竟不明白，这都是带不走，最终还面临喜欢。讲到这里我心就凄凄烟染也不怕大家见笑。我余光中属于脑中风，当我受病苦折磨，灵魂离开我身体灵将脱离我的肉体时我那种重向自由的感觉又来，一飞冲天，竟然成了一只大水尾，沐浴在观众已变成了沐浴中的雨中，长着细细长长的脚，还有一对的翅膀，是在大水一来就容易死亡，所以拼命的往光处飞。我总算明白崇向自由，尤其是文学创作自由，常常享受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不为一般人所知道，叫做进入空间。大约在51岁进入空间，身体就日日消瘦像你们会老就在这里。人一直老，就是你的三魂七魄不在了。你们要听哦，这很重要身体就日日消瘦，不顺我意常常生闷气，曾经立下眼大抱负，想要将乡土的文学翻成英文，让外国人也能够了解中国乡土风味是多么的有序，充满人情味。外国文学有它的美好，我曾经就在这一些思考思维当中写下了散文，有时完成一句或一篇，自己也觉得贴近自己心性的文章，正巧是我要表达意境，心中突然一个吆喝，就这样，这个强而有力自我赞许的能量令我陶醉在文学当中。我相信不同学术的派子教授们，不管是理科或是文科的教授，都一定会有他独特处，让他能够自我满足的区块，才会坚持走着这一条教授道路，所以一直退休尽心尽力的付出。在我为人的时候，我希望下一个感觉茫茫的细雨会带许多文学创作的灵感，以及诗情画意的意境。现在我成为大水文，最怕就是雨水太大淋湿了我的翅膀，我必须朝光挥
某某啊归某而去，找个不被雨淋地方。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晚上赶快出去给全世界人看，有没有听到这个发生了？我要感谢我的学生周树林同学，在小李安我访问有些印象，听课认真，做笔记也认真，但讲到令他有感触几句子，他会腼腆一下。我教的学生实在太多，但感谢他还记得我这个教授。我临投胎为大水鬼，是他帮我超度，请人把我灵救起来，请到澳洲仙翁大佛寺再超度，还会进行前。当时喊他尹观众，尹观众在哪里啊？我的灵到澳洲相关大故事被请到华金庭去，当时我的灵是很傲慢的啦，这是什么地方啊？既然这么光亮啊，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只看到这位人称为苏佛啊，坐在台上讲经，台下许多人都在听经，我几乎好几天都不想听他讲经，因为我觉得我是教授啊，虽然他不知道我是教授，内心傲慢的袭击又起来，我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我离不了。啊，曾在环卫进行中，我看到一群人，一群茫茫人都往光处走，那个光很亮很美，于是我开始静下来，我为我的傲慢忏悔，我改变了，我注意听这位苏佛讲经，他的内容都是劝人向善的，纯净纯善。按照宇宙真理，就是这不是跟我们教育界抱有理想的愿景是一样，但不同是他的浩瀚啊，不只是啊局限于某大学学术啊或某社会国家，而是整个宇宙如此浩瀚，这是佛的心愿，也是我佩服的地方啊。听完苏佛讲经之后啊，羞愧到极处，说你那一些有钱人也是以身体来赚钱，可是但一口气啊，不然就等你。我突然想到，再大的名气就像我现在谁也不认识我，一切都是空。最后当我在佛前真正忏悔，掉下眼泪哭了再哭，我错了，我为一切一生成就傲慢深深忏悔，我为顾教授面子深深忏悔，我为完美的余光中深深忏悔。啊，当我哭时，我听到说余光中，我签你，说念我的名字，我排在许多众人前面，说牵起我的手，跟随大众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刚刚真心忏悔，说化身啊这个。观想牵起我的手到佛前，蒙佛接引，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我感动不已啊！我要谢谢师父，谢谢我的学生周树林同学，感谢这么帮助我念我的出家众及居士，谢谢你们帮助。余光中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这里真好，好美好美，我这是真的沐浴在佛光中，我真的希望带给教育界所有的教育啊几个啊几句啊几句话，人生啊究竟必须要面对死亡，最后将独自一人离开人间，不生不灭的灵性何处去？唯有念佛信佛听师父讲经，人没有死，了解西方极乐世界，才免去轮回受苦，莫再沉迷于教授二个字啊，对吧？莫再将自己一生啊在教授啊这个面具下生活。今日我所言有些太直接了，但请各位尊敬的教授能够警示余光中，很好，只要知道傲慢是不行的。你看他很有名的哦，这教授就很有名，是不是啊？所以呢，通报出去啊，派哪个学校都给他出去。人啊，灵性不死的，像啊，假如说有外国人，你们讲外国话也可以解释，灵性不死不是迷信，
啊，都要学了啊，真正把个性给改了，对自己帮助最大。好，我们来看这个武功啊，这个武功啊，这个啊，这个活该是叫变数。像这个变数啊，我也给大众讲了，很严重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我们学佛就是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正念很重要。假如说你个性还有啊，那你变数就多了啊。假如说你学佛了，正念重要，抓住正念的，你的身体就不会变数的。像我给大众讲，你们要听啊。假如说你们今天呢，为了是假身，要有时间性。你看刚刚余光中，哎呦，第一把交椅的，他讲的，大家要听清楚。我们要劝人啊，啊，真正往生西方的移民，啊，在世间存好心，做好事，行好事，做好人，好好的帮助我，为什么自己能够了脱生死？假如说你们今天在世间为这个假身付出代价，那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所以这个变数，阿弥陀开始，生命的源头在前，今生生命之途何不在死与行啊为真正之经历。像我们现在学净土听经典，听多的人都了解啊，没路了。像你们头很复杂，你们要往生啊，很难的嘞。像我们呢，学佛的呢，二六十真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定要抓紧啊。假如你这南无阿弥陀，南无都不抓紧啊，还散乱了、啊，想你家想什么，你这个人已经没用了，而且一直在逃。你看五十几岁就被抓了，你看再活到九十岁，身体给众生在吃饭呢。像好几个兄弟都给众生在吃饭的嘞，这个叫做变数啊。像我们很自私，你身体顾得了？不可能，顾不了的。像这宇宙准则很现实啊，你越自私啊，你身体越坏，众生就越进去。但是进你身体啊，都不能做出来，这不能不懂。所以说变数啊难定，那这为什么变数？你头脑在想什么？一下东一下西，一下南一下北，完蛋了！你要变大地的来。这不能不懂啊，像你们现在都不能做主啊，一站了就进空间啊，连念经都在空间，哇，这事情可严重哦，这很严肃的问题来。这不能不懂啊，你可以看我们访问中心很多人死的不可能做人啊，你看他喜欢下雨的感觉，变大蚊虫，很可怕吧？啊，像里面呢，好好的经营啊，一直忘掉自己，一直访问，一直一定要提升法身，而且要学超度。你不超度不能坚信的啦。很重要哦，所以变数难定啊，诸多人的生命是失定性的盲目啊。若今朝自己还不知道清醒，你的身体白来世间了，太可惜了。
不能不懂。像我给大众讲，全世界70.8亿，包括啊这个大地呀、宇宙银河系，只有这一束光。你看现在魔界啊，这么多来投靠啊，讲魔界讲的是魔，大家看来啊，听得害怕，个性的啊。啊，像我们人道来讲，个性太硬也不好，把自己害死了。像我们学佛，第一个要慈悲，要纯净纯善，越纯越好，对你帮助越大。啊，假如自私想到自己，那就把自己给毒死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变数不行哦？现在也看到我们身体众生都能进来，像菜市场，像今天我头部已经啊不长了疤了啊，都已经小平平，你看还很多。今天我在问这个头发的头根，我要问他一下说，那到底里面的经营的怎么样啊？当然我要留长头发，我要留了啊。他都讲着，哎呦，还很多，所以我就叫他写出来有多长，他都写，写的都写，啊，有大地，有圆圆软的，还有魔界，什么都有，啊，一大堆，啊，我每个都跟他讲话，啊，讲完就把衣服给他脱了，他敲轻点上去，他们就上去，问佛有没有上，佛说有，呵呵，他有上去，啊，上去他们就空了，空了他们才能运作啊，你才知道我的头皮整个翻掉。像这个世界没有人讲，你看医生也没办法，有没有道理？而且我还听到我法根的在运作的护法神啊，啊是韦陀菩萨派了大军大军队，很大无量无边的，你才知道是我们的托付啊，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也给大众讲，像我们在相关大佛寺一定要见性。啊，什么都能讲，什么都能开呀、啊，什么都能对法，很好解决事情。像每个人的身体的构造，啊，只要跟他沟通就好。像你要积德了，就是超度了。啊，像我昨天超很多，我昨天超了非常多。啊，超了精神非常好，所以给大众讲，超度非常重要。所以啊，这个唯有真正知经历，啊，就是要知道自己进化，啊，变数难能定哦，诸多人的生命失定性与盲目，真正的知道经历学净土，啊，像我们越进化一样，像我给大众你们都要学超度，不管老人年轻都有。啊，学超度有个好处，啊，对你帮助。像阿宅来讲，有些的叫物件超度啊，啊，你以前所经过的超度啊，乌啊，光啊，看伊个光体啊，啊，都好啊，都要学。啊，学超度啊，第一个就能提升自己啦。啊，为什么呢？你有积功累德才能提升呢、啊。像我跟众生比较好化解，我超度多，我一点桥多，我众生怎么会跟你化解？啊，你的量他就够了，他就会给你化解。你们不超度，没有量可以化解。很多人不懂，说变数难定，啊，诸多人的生命，啊，失定性盲目，不懂。像我觉得佛法对世界很重要。啊，谁都要见性的啦，不见性太可惜了。啊，你假如不真正的静静啊，这个好好的，这个给大众讲，突破这个分层啊，不可能见性的啦。
啊，说若今朝自己还不知道清醒，啊，诸多人生命是定心与盲目不懂。像你啊，啊，我也给大众讲，香闻大博士讲经很重要哦。这是佛讲，跟老师像邻居老师去讲的，我解释给大众看，可是这个解释一遍、十遍、一百遍都不一样的嘞。啊，我也希望你们呢，好好的经营啊，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所以这个变数难定啊，诸多人生命是定性麻木，若今朝自己还不知道清醒。啊，刚刚啊，余光中教授讲的，你们要好好的听哦。啊，余光中教授讲的，啊，你才知道他有多傲慢，人道不懂。现在华净土来讲，看我三十七的在操作，他们大家都服了。啊，有的也很傲慢，后来上去才知道，是人道也不懂。所以我们人呢，身体要不要变成不行哦？像啊，我也给大众讲的心叫做中心，心呢、啊、这块心叫做中心，你这个心不正呢、啊，你身上就歪了。啊，说那样变数依然存在，自己无法做主。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在我们这里看得见，只要你不能做主，你都输了，你不可能见性的啦。现在还有人体，还有救。啊，人体有救在哪里？纯净存在，把自己给忘掉，啊，赶快做佛事。很重要的嘞，像我们现在变数就是啊，一进入空间进入调局就不能做主。像我们在这里修行看到很多，那问题出来，问题出在你的心，你心懂了。像我一天要做很多事，我哪有时间？你要看我上次精神好得不得了，我操得很开心呢。我昨天操了很多，像我在操作，可以讲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啊，那速度都非常快。这就是你的心量啊！啊，你心量越大越大，啊，你操作就越快。下来速度不快不行，我只有十五分钟，哎，这个十五分钟的时间进行，我这十五分钟哦，啊，我能够把中国，啊，这个是东南亚、香港、台湾、澳大利亚，整个七体包括三个大体一起上去，很快的。这要心量啊。我教你，你没有心量也没有办法，速度很快的来。啊，不要讲你做的对不对，反正你救人都对。啊，只要你救人都对。啊，不要讲说啊，我这样操作对不对？你不要再想这个，那你就输掉了。反正你就一直救，一直救，啊，看到就救，看到大地就救。呀，你的心量一打开，就把自己啊醒悟过来，这叫积功累德了。假如你不能积功累德，你要坚信很难。像我们人体来讲，绝对不能枯萎，枯萎就是啊，你开始啊老了、病了，那就枯萎了。人倒不能老，真枯萎的嘞。这不能不懂啊。
这样自己无法做主。就好像现在世界看了，病了要给医生看，这意思是一样，有没有道理？不能做主啊！你看现在人到我们在台湾看，哪个能做主？好像医院都客满，有没有看到？每个医院都客满，好像是正常，哪知道可以不用看病的呢？现在我慢慢在研发了，啊，他们一直在打，打了出来以后，阿妈就教你怎么去研发来医病，很重要的嘞，都要提升了，不提升不行。啊，所以要了解啊，我们的学佛学净土，它不变数。啊，不变数在这个这颗心，这个心要有定不动。非常重要，说孩子啊，是定性啊，自己难可全哦，就是你一直不能做主了哦。啊，当自己知道平衡，二十生之境只有勇于突破平衡。现在我也给大家，像我们身体，我们是来救世的。我这样跟你讲，你要做得到，你就赚到了。假如你不是来救世的，你为这个生呢、啊，我看你付出代价太大。所以啊，给大众讲啊，当自己啊知道平衡啊，一次生之境啊，啊，自己啊用这身体来突破进行，可以的。你看我，哎，在过年的78了，你有没有看到？啊，越来越年轻啊！啊，等我头发长出来，哈哈，年轻了。不一样的嘞！现在我要啊，这个佛这个情众啊，这个情众浩瀚啊，啊，我在研发，研发了成功啊，哇，一病就很快。像这个跟了佛学很棒的了，可是你要纯净自在，把自己布施掉。像你们讲想坚信，你不布施掉自己，不可能坚信的啦。这不能不懂啊！啊，所以一定要啊，孩子啊，是定性自己难可全哦，就是你不能够做主了。当自己知道平衡啊，以此生之境，那平衡就是我也给大家纯净纯善就好，简单的看好，不要看坏，什么都好，啊，心都不要动。像我做30天做得很欢喜，啊，每天超度这么多，不能不懂。啊，所以是要勇于突破，没路了。你要怕这假身受伤，你绝对不能去。这假身有时间性，他是在生病的。像你们现在自私自利，身体就生病了，不好，没有人懂的嘞。所以只当勇猛突破解释南无阿弥陀。好，我们来看老师啊，啊，在五供啊，这个下面去老居士讲的看开啊。像人道来讲啊，啊，在试问，啊，在看这个给大众讲啊，这老师。啊，夏令居老师开始讲看开啊，像我们要不要看开？要。啊，每天都是假的，你修行是真的。像我给大家，我把现在讲经呢、啊，这讲经啊，这个可以讲给大众讲，讲经以后3天的超度不得了，现在满满都在听。啊，灵界很多，超很多的嘞！啊，你看现在云端好多来超度，啊，而且那个云端每个都会讲话的嘞，
你可以跟他对话。现在很多印度来，印度非常多来。啊，印度都在空间比较多了，灵性在空间了，非常多。修行人呢，也没人教了，也不懂。啊，说凡事看开呀、啊，心量在不知不觉中啊扩开。如果没有自己，就没有看开或啊未看开之别。很重要的嘞，像我们现在不看开也不要看开啊，啊，我们大部分都不能做主，啊，现在我也给大众讲，你们也听到了，啊，不管你是哪一国了，哪个没医院，啊，哪个不生病。来在这里，只要你听话就不生病。只要你真理啊，你有病还给你医。现在你啊，吴将军来看到了，有没有看到？真的，像我们啊，做无做无做无做，尽量去做，啊，把这里啊当做自己家，你就是西方人了，这样不？你就是西方人了。啊，尽量啊去做了，对自己身体也好，说凡事看开，啊，心量在不知不觉中扩开，一定要扩开啊，越扩开越扩开越扩开，对自己帮助越大。如果没有自己，就没有看开或未看开之别。啊，你看不开，不能尽兴的。像我也给大众讲，像我们人体来讲，不要自私。你自私会生病哦，这不能不懂。自私就病了，千万不要自私。啊，说面对最好的方法，看开是最好的药方。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了，这身体啊，昨天没有了。你昨天做到，你就赚到了，它是积德来的。这身体时间性的嘞，能做多少赶快去做，很重要。这不能不懂。他说面对最好的方法，看看最好的药方。说听经很重要，假如你不听经，啊，众生也不会给你发心。所以我给大众讲，听经对你很帮助的。谁要在人家身体，啊，人家跑，赶快跑了。像我们这身体物质太多了，我一个头部就不得了了。说当然个预防未起时是最高明者，现在学佛就是啊，预防纯净纯善，什么都看好，什么都想好，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像这么好的啊教育啊，是教育啊，人不病不老，在全世界在找，找来相关事就对了。不能不懂，要懂，要给大众讲啊。这个老师在讲，凡事看开，啊，心量不知不觉中的扩开。如果没有自己啊，啊，就没有看开。啊，或未开开之别是真的。像我们要有自己干嘛？会生病的嘞。没有自己，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嘞。
说面对最好的方法，看看是最好的药方。韩仲有啊，主要我们想要见性啊，而且自己能够做主了。像我们今天呢，在这世界只能存好心做好事，什么都不行。还要把这个这么好的科技的科技啊，人体的科技沉船。假如你啊有心要沉船这个，你就能坚信了。啊，我一定要沉船，啊，给人人都知道，学佛是科技的科技，而能找回自己。啊，你的人生来这世间就没有白来了。像现在我们的教育是，我活了阿弥陀佛跟老师在教的嘞。你看他开示不得了。看我们的人体来讲，哎呦，这么复杂。所以我看到宇宙菩萨也不是来投靠，名字都很狠，这是个性啊。他也是取掉说我是魔狠，啊，你再狠也没用啊，什么名字都有，哦呦，所以也没教育啊。所以现在好处是这样。因为我是在讲佛的经典，啊，结义，包括佛开始，啊，包括老师的开始，所以宇宙都打开的来。啊，这宇宙打开是我要去穿，我进入啊，宇宙进入银河系，一直往扩穿的来。法身超度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的。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所以面对是最好的方法，看开是最好的药方。啊，你不看开不能进行。像我们为这个身体付出不值得，现在很多人都为这个身体啊住最好的，吃最好的，啊，而且呢开最好的，这身体家用。我们应该要尽兴啦，而且又能做主又不生病，而且第一个我也给他早一点学佛，不要老，老了就输了，不能不懂哦，不能老的嘞，而且。要有智慧，越来越好。智慧如海啊！所以面对最好方法，看看最好药方。但能够一方一啊，为其是最高明者。这句话怎么讲？啊，叫还没有到你就了如如掌，可以啊。可以的，啊，这个看开的两个字给大家看好，什么都看好，啊，你碰到瓶颈了，好，荒野了。啊，不要像我们台湾人呢，一碰到瓶颈，哎呦，这怎么着？那我告诉你就输了。看好很重要的嘞。啊，看好就是救你了，救自己的。所以啊，老实讲啊，凡事看开，现在在不知不觉中扩开，学佛嘛。啊，像我们不能自私，自己好，别人不好，你不是学佛人呐、啊。
像我给这种嫉妒是对你最伤害的嘞。像我们自己发展，不要去嫉妒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嘞。啊，如果没有自己，就没有看开佛，啊，就没有这个看开佛为看开之病，不能不懂。像学佛呢，身体是借用你来开悟、灵敏觉知的，所以一定要勇于突破。今天我没有突破，啊，真的讲啊，我给大众讲，你们听，我已经老了，啊，可能胖了走不动，一定要突破的。像我们三十七年全世界第一的佛做主法，要好好的去做。你看我做的都很棒，很开心的，有没有看到？佛来主法，哎，啊，说面对最好的方法，啊，看看是最好的药方，但要预防未迟啊，最高明诚，我们在学这个。啊，可以讲说还没有到都了解啦。像我现在在超度，我一直在变化的，能够超多少，大地几层就这个翻，啊，这个一直翻，都要的呢，这要用这智取啊，就能够超多一点。像空气，像现在我把这个空气啊，啊，地水火风叫风送一点让猫咪头，每个到人家心里啊。到大地的每个泥土，你看，给大家都有佛多好，像我在教你们都要听的，这自己要自取。啊，这个叫做好，给大地好，很棒的嘞。啊，所以老师讲每每练习呀，啊，这个意思，假如想的不好就。啊，彼此伤害污染那不好，不要有念头了，念头不好，我们也不需要念头。现在一天都忙得不得了，讲很快，现在做上次一天好像很快哦，啊，有一下就走，只要中午做过，有第一次就很快，而且超很多。哦，这个香问大佛是这个大佛堂腰。要赶快起来很重要，假如有几百人做我那不得了，而且你们一定要学超度，不学超度啊，你们要分层调节都不对。一个身呢可以运转超无量无边，一个身站在那不能动了，输了，这不能不懂哦。啊，你看我超了无量无边的嘞。啊，所以造成彼此伤害，这个懒左右啊，这个猛顾，当时若能无破，平静和气相待，便无知种种的问题。所以现在老师都在讲，所以我们跟人家相处啊，不要有隔阂。啊，你心平是救你，不是救谁。你爱人是爱你，不是爱谁。你自私啊，你不能啊尽心的爱。看到人啊，拍手，好赞！我们总算有成传，看到你们成就，棒，有没有道理？要赞叹的嘞，就把自己找到了。说心若圆满就开，入内者皆可容纳。像心要宰相不好，现在人道不懂。你们宰相，你们把自己给毒死哦！千万不要宰相哦！啊，你要越自私越自私，越把自己给毒死，又哪来的看开可以？啊，说说学佛打开心量，心开啊，莫执着。
这不能不懂哦。像我也给大众讲，人道是没人讲啊，你一讲我一讲，啊，大家都一起的啦。你们讲你一讲我一讲，也不是佛法。像我们的团队要有规矩，不自私，自私就把自己给害死不好，这不能不懂。阿说人人是我无高下，胜过看开将心了。啊，心若原本就开，入内皆啊皆可啊皆可容，家人能容量。啊，心包太虚，量作三界，量越大越大，就把自己给渡了。现在人体要调了，啊，人体不调也不懂。啊，这个玉竹你放在哪里？我要讲玉竹，最下面的。玉竹是十五号，头一个是不是？十九号。因为每个啊三十七年都有千玉竹往生西方，所以啊，给大众讲很重要的哦，十九号对。所以人人是佛无高下，啊。胜过啊，这个胜过啊，看开讲心了。像我们要给大众讲啊，你心量越大啊，你越能见性，因为人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心量越小，不能见性，不能不懂。好，我们看看这个。礼拜五啊，请的玉竹的王东雄啊，他什么是人生意？事后我入了阴间的，我想也是啦。这一生我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当然跟大家一样入阴间。本来也有盼我要去当一只母狗，是我用最诚心拜托阎王给我机会，于是阎王给我玉竹啊，玉竹一只。要我好好发挥，将共起过，我磕了几个响头感恩，以三人期间非常认真，以报阎王对我的慈悲。啊，我生在曼嘎，就哎万华了，我们那个台湾的曼嘎万华，啊，活的时候没有机会认识佛了，没想到第一天他说我讲求，才知道要求西方。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在这个机会，没有想到真的接到，啊，没想到真的接到阎王通知，我也可以排队去洗嘛。我很希望也忏悔过去，再世所作。万华都是流氓比较多，啊，出生呢，是我的父母忙工作，啊，就把我托给市场卖菜的阿公阿妈，说阿公啊，阿妈每天都忙，尤其啊。招待每天上门买菜的老顾客，他们只是视线中看到我，让我吃饱就可以。至于我做什么，在市场认识哪些人，又跟哪些孩子玩，阿公阿妈根本不知道。市场有一个祖师庙，是我玩乐的大地。这个祖师宫有很有名，是大家进香都会来供庙。啊，每年呢、啊、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有台湾不同的宫庙啦，抬着他的神明来祖师庙拜访，整个场面啊，敲锣打鼓，啊，热闹滚滚。宫庙里也是煮上好吃的东西来给香客，说各个宫庙穿着代表自己宫庙的统一衣服，所以有的是紫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红色。所以进场时候敲声啊，敲啊，鼓声啊震天响，啊，这个敲敲的啊，敲敲的人多一些，
啊，比自己年纪大的大哥，看到他们啊敲鼓啊敲鼓啊敲鼓的人多一些，比较自己年大大哥，看到他们敲鼓威风有力啊，我很羡慕。到后来训练自己体力啊，啊，也能跟大哥一样大。我积极的在市场帮忙阿公阿妈帮菜，阿公阿妈看我帮忙样子，觉得我很乖，很体贴阿公阿妈。我跟阿公们帮完后，我就要去祖师庙那里，阿庙里那个大哥哥大姐姐玩，大阿公阿妈当然说好，其实我就这样跟随宫殿的大哥哥大姐姐学习的，宫庙里敲打花器。阿锣一敲，康，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好大一声，我笑得开心。就这样，消息就一整天。平日他们要去上学，啊，平日他们要去上，等到一下课，我们又聚在一起说笑，啊，一起打锣，有好吃的一起分享。有时候家人还要敲锣打鼓敬香，我就跟在一旁帮忙拿下，或是做任何可以帮忙的事。每天呢，我都觉得不无聊，生活很有趣。有一天，阿公阿妈跟我说：“你阿爸阿母明天要带你，啊，要回来，你不要乱跑。”我呢，有点失望答应，因为本来我们讲这家人要一起去考路，这一下只有无聊的在家等，很少见面的爸爸妈，我无聊在家里。转来看电视，啊，等了好几小时，门总打开，爸爸看到我坐在客厅，高兴说：“阿东啊，啊，我等来，我把你带的礼物。”当我将礼物打开看，里面是一件看起来很得体的衬衫。阿妈说：“这件衬衫是我特别为你选择的。”我拿衬衫在前面看一下，后面看一眼，脸并没有太多表情。妈问：“喜欢吗？”我只随便说。嗯，一声，陪着他吃了一餐没什么话可啊的午餐后，就穿着我的宫殿的橘色圆领衣服准备走。妈问：“你要去哪里？”我说：“去练打鼓。”妈说：“我们难得回来，你不陪陪我吗？”我就说：“我这不能一天不训练。”讲完之后，我就说：“妈妈说那件衣服我没有穿过，因为我始终认为穿着那件宫庙的橘圆领衣服，大家一起打鼓、一起出游是最帅、帅气、最好看。啊，最威风！13岁时，在第一次大哥大姐姐让我表演，让我站在打鼓的席位，由我做为主，他们啊敲打其他的滑稽配偶，在一场竞赛就由我全负责。”我心里既然紧张又有点兴奋，但谢谢他给我的机会，心中啊想着自己一定要好表现。当天我使出浑身劲啊，所以敲到满堂彩，听到认识的阿爸说：“看不出这个阿东啊，看来有头啊来头和很大，敲出的鼓是那么有劲。”啊，当那次表现后，我又连续的好几集担任打鼓主要的角色，啊，我被表现的都出色，甚至市场里面的买菜阿姨阿叔、伯伯都跟我阿公们说：“哎呦，你家阿东会打鼓，打得可大了，可好。”阿公阿妈听得很欢喜。就这样，我当公庙的一切大小活动，人事物都视为我生活中心，上学是我的次要，学校的成绩我就都是倒数三名的排位。我被同学和老师认为一天到晚狐朋啊有鬼，困不住读书的坏学生。关于这个评论，我并不在乎，因为只要我最了解自己，其他人都不明白。我只去打鼓，还是跟些公庙朋友在一起，啊，才有活动被人重视的存在。15岁已经长得亭亭俊俏。许多小孩见了我都会对我示好，我就这样交了一个小女朋友，牵牵手聊聊天，然后逐年旅游，一个一个换一个。20岁那年我没有特别专长，只能到市场帮忙鱼啦，
啊，自从最疼我的阿公阿妈离开后，我心就没有依靠。爸妈习惯在城市生活，在阿公阿妈离开后，本来打算接我一起住，但我舍不得离开这里从小长大的玩伴，所以选择一个人留在曼嘎生活。那些从小在一起大哥大姐已经长大，大家都找了一份能够生活下去工作，有的市场卖猪肉，有的替人家啊上里吹喇叭，也有意外的啊，很死，那是一个令我震撼又记忆的优胜的大哥哥。那天早上大家还讲好一起出，没想到一直都没有出现，等了好久，一群人决定要出发，没想到就出发没多久，看到路旁有一群人围着，好像一场强烈碰撞的车，地上有些明显的刹车痕，没想到就是这位大哥。这位大哥平常机车就骑得快，自认为是我们一群人最会骑车的人，没想到在高速的行驶速度，一台车啊对碰，整个人飞起来跌在地上，全身啊粉身碎骨，离开了街。他死后我还有去他的丧礼，看到最后一眼，当然最后一眼我几乎认不出他，整个浮肿变形，一边哭着伤心的是他的爸爸妈妈，平日只要用打骂方式叫醒他，使他一点都不喜欢回家，才会在外面寻求刺激断送生活。这个就是现在世界人老很可怜啊，我们这群孩子每个人都有家庭背景不同，但都是采放认知，使我们人格中有一些强烈的缺憾啊。长越大我越来越能够感受社会的现实高低啊，其实让我一点一滴对这社会感到失望。当我的心中有一股不平，我开始养成坏习惯，用抽烟来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到了23岁，有了转折。那一年我遇上单纯女子，这女子一只眼睛是弱视，一只眼睛完全看不到，她在大街上吹陶子啊笛，所以一手守着轻快的歌啊，这个一首轻快的歌曲从笛声出，我站在眼看到路边人一个个经过，有的只是暂停一下又走，我就这样站了一个下午，几乎没有人给这个孩子一点吹笛的啊赏识。这时我赶紧跑上前啊，在他帽上丢了一个零钱，表示这几分钟的结束。女子因为看不太到，就是用摸的方式，用自己所有的东西给收好，最后摸到帽子前，几个铜板是我刚偷。女子没有太多反应，将东西收好，脸上挂着笑，准备离开。这一幕我看得好惊奇，为什么明明没有赚到钱，她还能够笑？当女子面对笑容准备说话，我跑前开口问女子：“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笑？”女子说：“因为生命可贵啊！当初我的爸妈为了保护我离开，我的生命是用他生命换的，所以我很珍惜活的每一天，每一个生命都来得不容易，应该好好的保护。”那你可以说说，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呢？我已经被这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认为这世界没有我最亲的人，所以我很孤独，也很寂寞。过了每一天，我不知道生活希望在哪里。女子听我回想，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跟着女子后面，来个房间并不大的地方。女子推开门进去，里面有好多孩子，啊，这个孩子们看到女孩子，哦，开心地涌上来。女孩子拿出面包，所有孩子啊一份。女孩子说：“这几块面包包裹是用刚刚你给我的铜板钱。”孩子们看到面包开心的你一口我一口，当然有的是。我问孩子为什么有这孩子，女孩说他们父母走，他被送到孤儿院，孤儿院啊团长在几年呢生命失去，没有人再照顾他。身为孤儿的院最大的我
啊，虽然是眼睛有点残疾，啊，却还是决定啊，挺身出来照顾这个孩子。我没有什么技能，只能是吹笛，啊，一天赚多少，跟孩子吃多少。团长曾经告诉我，能够有这个生命，就应该要珍惜，要满足。团长说，今天你说到团长照顾，来历能力也要照顾他，这样呢，佛就是有意。女孩子说，啊，谨遵团长的教诲。所以啊，现在他用完生命来照顾孩子们，所以女孩子说，他从小就被照顾，现在有能力照顾了，他很开心。啊，我被女孩子所说的感动，我决定跟女孩一起照顾这个小孩子。我去找一份工资最高的搬砖头工作，跟了老板说自己要每天领薪水。啊，一领到薪水，我就立刻去买孩子三餐可以吃的食物。女孩子继续催订，我分工合作，陪着孩子一起长大。看到孩子满足笑容，我心很开朗。原来人生不是一直在自己身上打转，而是以自己能力啊，帮助更多人，就能帮助多少。我跟女孩子所赚的钱不够让每个孩子上学，因此我们跟着请了一个老师，回到家中教每孩子认字，算数孩子每一个人的程度不同，我们并不会勉强孩子学习。就这样几十年过，看到孩子一成长，也觉得很欢喜。四十岁那年后，我原本强壮身体渐渐全身开始酸痛无力，看到孩子已经成长能力，我觉得人生啊，啊，没有遗憾。我家女孩告诉我团长的宗旨，也告诉孩子们，要孩子也要懂得发挥自己能力照顾人。孩子对我和女孩美丽赚钱也他很感恩。我们也将我们自己儿时差点走偏路的故事分享给孩子，给孩子警惕，孩子或许照顾下没办法相处，或许在我们照顾下没办法相处，但却给孩子真相，帮助人的人生。我一生活到42岁，当我呼吸停止，还没有搞清楚一到原点，原点计算我的功与过，说我年轻时欺负太多女孩子情感，本应该注定去受报当母狗，啊，我听后非常忏悔，啊，就是像采花了。一个一个教一个的，啊，这个能导很多。你看那个吹笛的女孩子，女孩，她的老，她那个院长，啊，那两个我把她签下，啊，听过非常忏悔。有人说，今天是帮助许多孩子，让无辜孩子心有安住。如今本王判可得一主一子，要好做哦。我很感恩，上任期间我会上认真，看到一条又一条。照夜下的受害者啊灵魂，我的心有了难过。大家都缺乏开导，而不知道啊，还好今日地狱有所讲解，有言听入者并知道要求处理。感恩是我不舍一位众生，而我59位业主被安排今日和我一生希望极乐世界共同这间台湾南的曼嘎南啊，共同参与这个殊胜法会，啊，这个法会才没多久，说一喊我的名字，所以现在我们61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眼前金光遍照，我真的很感恩，感恩佛及诸佛慈悲，感恩香藏法师，啊，助力啊这个树立的，于是帮助众。像我们的救世团队全世界第一啊，你在异族看着就知道，所以大家也真的讲，所以我也给大家生孩子要给人家顾。现在问题就是孩子没顾生出来啊，其实他也是很憨厚的啊，你看他能够跟着这女孩子在做好事啊，去帮工啊，每天拿薪水养他们，也没娶太太，所以今天才能完成希望极乐世界，这也不简单，啊，他们在哪里啊？他没有讲他在地狱多久。
啊，一直往东，垂直的你看在空间，穿着在人道，人道没办法去啊，垂直的王彩啊，空间下来，所以啊，也给大众讲，那个垂直的孩子也可怜啊，也是你看啊，眼睛都看不见，还在养人家，有没有道理啊？你看他在一组几年给他写一下，有几年时间，好一下子。啊，孟加拉啊，我们台湾人，那个孟华来讲，我常去，啊，这个以前跟我爸爸都常去，我爸爸以前不是那个孟加的夜市嘛，都有时有很多人，他带我去吃哎，所以我对孟加拉说，我对龙山寺也很熟，从小就跟我爸去，我爸讲说走，来去孟加拉，就这样，就是见就吃东西呀。带我一个，我家很多孩子，这也是个性的人呐啊！是啊，你看看我爸名字叫索天星啊，天生啊，而且我爸爸他是双胞胎，他一个弟弟走了啊，这双胞胎一起的挖开的啊，所以给大众讲这个人呐、啊，人人是佛无高下啊，胜过慷慨将心了。不归你，我在那样，哦，也不久，哦、这五十年的，人就写在旁边就好，啊，好，这个要整个给放这里给人家看，你看档案也给他打进去啊，五十年担任狱卒五十年，像现在佛慈悲啊，狱卒请的非常多，啊，其实。鬼道很可怜的嘞，鬼道在黑暗啊，而且轮回轮回一直轮回，啊，现在也是我给余生讲，下要下大，你不大我不能给你写牌位，啊，到底下大不大？不大，啊，没有很大，哎，那就没办法，所以给余生，啊，封神讲是很重要，所以这个轻重啊，在第一时啊，阿弥陀开始叫做愿啊。像我们呐、啊，学佛的人呐、啊，我给大家发愿很重要，啊，假如说你不发愿，你要见性很难，啊，所以这个阿弥陀开始讲，弥陀心愿，啊，众离苦，愿将弥陀佛号念，念入心空于莲耳啊，心中有佛，心中如佛，口中念佛，心如佛，啊，莲如佛面现慈容。啊，听佛语啊，佛号续啊，这句话我要给大家非常的重要啊。像我们呢、啊，学佛两个字要清楚。学佛啊，不是佛学，啊，佛学是名字啊，名词很厉害，啊，人家问你什么都懂。像我告诉你，我们做出你佛学，他里面这个他都记得起来，他的头脑很好。像我之前，我一见面就问了，要问他，他马上知道，他很乖，他在佛学，那我是学佛啊，他在学佛啊，我主要是抓他佛的愿的，啊，佛什么愿，我去落实佛的愿，啊，对自己帮助最大，所以啊，我给大众讲，这愿很重要。假如你啊，今天我给大众，我们现在观想操作就是愿了。像我就要度尽无边苦众生，啊，度尽无边苦众生，你才知道是这个你都要有的。假如说你没有度尽无边苦众生，你怎么去见性啊？像你们要认识佛，就认识在这里，啊，所以愿啊，这个念佛心愿啊，众啊那个啊离苦，啊弥陀心愿啊众离苦，很重要的嘞。那你现在你学佛，你没有跟佛一样给众生离苦，那不是学佛啊！说愿将弥陀佛号念，像我们很多人呢、啊，阿弥陀阿弥陀佛念不是真心的，不能不懂啊，当令在砍哦，所以将样啊，愿将弥陀佛号念，说弥陀心愿众离苦。
所以念入心中啊，一念有啊，心里也当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这佛号都有。像我不错就在哪里，我不要静下来，我都有。啊，我不要静下来，我都有无量寿经。我这个训练了这几十年都很好，不像你们都会睡觉，其实睡觉不对的，而且耳朵都有佛号。像你啊，耳朵有佛号很正常。像要有事，佛就给我佛号，我就知道有事，啊，我要怎么去做？像以前是这样的啦，很重要啊，佛号自然起来。所以念入口中以莲耳，啊，心中佛，心中如佛，很重要。像我们现在一定要超度，学超度，啊，超一个也好，超大地也好，啊，超河流都好。看你喜欢怎么操作，操作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我也给大众讲，操作是养慈悲心的。啊，你想不慈悲的话，啊，你不能见性的嘞。所以脸如佛面呢，现慈容。耳听佛语啊，佛号许。所以看人都要笑。没有一个对立的人啦，像我们现在在修行，我们还有喜欢不喜欢对立，不能尽兴的啦。啊，那个干扰是干扰你的思维，你的身心，不能不懂的嘞。所以耳听佛语，佛号许；脸如佛面，现慈容；口中念佛，心如佛。啊，你不行如何行，就是每天呢、啊，每天呢、啊、行，很多人听不懂，就是你每天所做的就是跟佛一样，啊，心中有佛，心如佛，不能不懂。啊，所以愿家弥陀，啊，佛号念，啊，像我们给他，佛是我们救命恩人呢。啊，你不念念念阿弥陀佛，你不是啊，没有感恩的嘞。他是我们啊救命恩人的嘞，所以愿子能入西方国啊，莫在泥泞啊满身垢。世界骗人的嘞，这不能不懂啊，啊，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啊，像现在要救自己，啊，阿弥陀佛，阿弥陀，开心笑，可以的。所以愿子能入西方国，莫在泥泞而满身垢。啊，佛又讲，啊，各障心口一念耳，哪能有佛天边眼？叫他讲，心都变。你不要看啊，我们脸上很多众生，像我脸上啊，会跑，现在哎，众生都在出来。在你脸上的，你看我们全身都是肿，不是在我身材开发，没有人懂。啊，一直开发才知道，哇，头部肿，你身上都肿，你都是外皮、啊。所以给这种讲啊，这个身体啊，啊，这个人到来就护体太多了，护了很多。啊，所以愿子哥哥心想成，衣食无忧啊，心无愁。像你们现在来相关大佛寺，啊，衣食无忧，啊，愿子哥哥心想成，可以的。像我们都是在栽培人才的，而且不为真理啊，何以正？任可行之万里有。都要救人，对救人呢、啊，对自己啊，帮助最大的嘞。像我们呢、啊，越干净越好，越干净就见性了。啊，像我在给华生讲，这个余光中你也见过的，以前也是你们教授，啊、哦，也很有名、哦。
这个要赶快出去，不管那个学校都要有。啊，这佛法不是迷信的，我要给人家大家认识佛啦，啊，人来找回自己啦。像这个你们的学校都可以去，啊，只要有网站都给他出去了。余光中，啊，这个要给他讲浩瀚浩瀚，啊，给他讲浩瀚浩瀚，都出去了。他要来跟他对呀，哦，他聪明的不得，讲得很好，连老婆都讲出来。他的表妹呀，爱得不得了。啊，我告诉你，才子都喜欢女人的啦。苏东坡也是爱女人才轨道。苏东坡也是人才。啊，说院子真真洁白净啊，无染无浊无啊无尘垢啊。成物，所以啊，是为本来真面目，很重要的嘞，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所以愿众同众啊念弥陀，像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给大众讲啊，不是迷信哦。我活了，妈妈叫你存好心，做好事，行好事，做好人。他现在出了《活说解义》，出了这个，现在我要开始讲的，活在开示群众的，啊，包括活在三十几年开始，都是在救人的，啊，活是智者，啊。给大众讲，佛是智者，法界众生呐，像我们现在可以讲有什么问题，他看得一清二楚啊，不能不懂啊。像我们现在有问题，可以请教他，啊，他可以给你回答的。像我们现在也知道身体啊，啊又纯净，又没有污染，你越能坚信。现在里面大家看到我的能量不得了，不昏沉的来。像你看三十电话会做，声音都好，有没有看到？真的，真正的洁白可以的。主要在超度了，像你不要看我们三天的超度不得了，超了非常多，啊，没有办法计算的啦。现在我也把这个大地，地球的大地，不管风啊，啊，不管空气，都有南无阿弥陀，啊，进了人家身体细胞也好，啊，把它调整纯净纯善，不给人家生病的啦。像我都有给你们了，看你们啊，你们身上都有啊。我们家人我都把它放进去了，所以整个细胞就是那妈咪做，那妈咪做，对自己帮助最大。所以啊，我在讲啊，愿同啊，愿同众念弥陀，前往金光极乐国啊，这不能不懂。像这个老师，这个我们在群众佛给我们提醒的，因为他的愿就是。啊，你要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在紧急阿弥陀佛啊，紧急他马上把你请上。所以阿弥陀开始讲，阿弥陀心愿呢、啊，众离苦，啊，你要真的离苦，像你看看我七十几岁了，离苦哦，不像人家老人了、啊，生老病死，主要不老了。啊，这个不老啊，全世界没有的嘞，钱买不到的嘞，精神好，是吧？愿将弥陀佛号念哦，啊，越念身体越好，帮助人，叫人家念弥陀，啊，这个叫人家念弥陀就是你要遵守着《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你照这样做，绝对不会生病。
佛讲的纯净纯善，很重要。阿说心中有佛，心中如佛，口中念佛，心如佛。无量寿经给你学第六品，什么都可以学的嘞。像我给大众讲，人道真的只有我婆罗门就可以救我，你们大家要赶快学。那个学就是学自己清凉啊，学了自己改变自己，纯净纯善，没路了。我告诉世界，你吃药会死的啊，一言再大，你看吃药就死掉了。我们这里不用吃药了。现在你也看到我头都流汤了，有没有看到？一夜药也没吃，很凄惨的嘞。啊，被这个冤魂乱动哦，干扰的很厉害的。现在皮肤都好了，本来一粒一粒呀、啊，红红都好，差很多，都在外皮的。啊，你要救度他，他也不懂，就在你身上转。在佛法给大众讲啊，佛教的都是看好了，啊，像人道摔跤的不要怕，摔跤爬起来再走，有没有道理？都会摔跤都是个性啦，啊，所以心中有佛心如佛，啊，口中念佛心如佛，哦，那你就是真佛，所以脸如佛面啊，现慈容，耳听佛语啊。佛号学很重要的嘞，啊，像了给大众讲，我也教大众，拜佛要拜得快啊，速度快，啊，众生才不会说，啊，说院子等一些，我们现在没时间访问他爸爸，不能问他爸爸，他到底怎么会做到？一个狐狸啊，狐狸，加多呢。啊，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过来，哦哟，啊，很可怜的嘞。啊，说愿子能入西国啊，西方国。啊，随着莫在呀、啊，泥泞满身垢，像我们这世界呢，都骗人的啦。假如污染人家身体，最好不要，对自己伤害最大。啊。所以要给大众讲，现在学佛改自己，像我学佛把自己彻底的改，啊，今天总算脱胎换骨，不然啊，真的众生很多的，啊，这各障心口啊，一连耳，哪能有佛天边眼？所以你们现在污染脸部都有啊，有很多。很可怜的，所以愿子啊，个个心想成，衣食无忧心无愁，啊，不为真理啊，何以正？很重要的嘞。像我们今天要给大众，真理很重要。啊，很多人对真理不懂，真理就都看好了，替人想了，啊。假如什么事情都为自己，不是为众生，你不是佛法。假如我们自己摆低，也不能践行，很难的嘞。所以认可行去万里哟，不能不懂啊。所以佛又讲，愿子真真洁白净，可以啊，在我们仙闻大佛寺。像我给你雇的这么好，像我们现在招兵买马，有志的要救世都可以加入，啊，这个给到了学生最好。所以无染无浊无尘垢，是为本来真面目。
真的给赵忠讲啊，本来这面目啊，智慧如海的嘞。现在我们要被护体护体呆呆的，反应不过来，那不对的。你看护体太厉害了，他不是在这里我求你不敢看，闹救。真的，阿平也一样啊，不在这里没有救，没有人会救。这个空间进去很可怕的哦，非常可怕啊！现在真的讲要好好的修行，对自己要帮助最大啊，救救自己的，只要进入空间就完蛋。所以啊，愿同啊这个愿子真真洁白净啊，无染无浊啊，无尘垢啊，这是为本来真面目。真的，我们先来这里修自己，修自己，对自己要帮助最大。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访问的雷神是在十五号哦，在十五号的雷神啊，这个啊，被访问叫佛法的书生啊，啊，这个我也给大众讲啊，像我们这个啊，这个雷神来讲啊。啊，这个雷神呢、啊、叫吕明阳啊。啊，这个吕明阳就谢谢啊，这次有机会让我参加救世，这次的秋雨相当殊胜，令澳洲获得丰沛之雨量，啊，也是佛力加持帮助时间调整气候，让四季回春啊回明，相当殊胜一件事，我非常乐意参与其中。这是使我从，哎，我是从台湾广区来的，哎，广区，台湾广区来的，啊，被啊调派过来帮助这层大事，因缘呢，在过去的行间，我也带了相当多的来自台湾的水汽，啊，整个过程中，我也将雨量分配，啊，做了进一步的调配，我知道这一次的任务不是只要。啊，让澳洲领土下雨，更是要让这整个地球能够恢复正常气候。现在的气候多变了，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确实是人类的一大浩劫。啊，若不将之注意啊，将来会造成影响，让人想象。他说的悲心能够维持求雨与调善，相当伟大。啊，我们在此啊，在到此任务分派时啊，也感到相当的欢喜，也真的如此大心愿，我们不敢鞠躬了，只知道尽力而行，啊，依着法则啦，积极的配合求雨之行，啊，其实此亦可称为救世之行，在世上所有事情都遵守着道理啊规则。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在道法称之为天理啦，啊，在佛法称之为真理啦，所以你们现在真理听不懂，就是叫天理啦。所以这个其实啊，这个都是相同的，都是啊因果论说，所有大小事不离因果。当然，现在的世间气候异常。我也同样是因为因果上的改变，才会气候产生变化。若是未来世界气候严重的影响人类，那这是因果业报现前，世界共业之报。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此些些道理。如果因果不做出改变啊，如果因果不做，这都是会随时啊。随时因果啊，逐一发生，这是真实的事。现在有了师父的慈悲啊，为了众生求雨，为了众生调整世间气候，这样的所发出的真心不为之事，真诚之心，如此之大力，令此救世之心啊得以见效，可以啊改变原本世间因果共业的。结束，因为持救世之力正在修补原本因果之过，透过超度
爱与祈求佛力加持，玉皇大帝各海龙王相助，共同改善此因缘果业啊，因果业事，共同改善因果业事，相当殊胜。分派各地余量，有多位神职共同协助完成，我也是其中之一，力量之微薄啊，但我亦是尽力而行，其同配合所有的行动，能成就一件大事。除了要有足够之因缘，再来就是要有足够的大愿，说大力缺一不可，当一切齐聚才能够圆满。就像啊，世间所有一事，天时地利人和啦。啊，恕我之愿呢，已经招感许多的神父子啊，这个神圣父子，所以啊，齐同进行，玉皇大帝啊，这个吉雅各龙王都是大力相助，说大家都是希望诸佛慈叹救世行列能够顺利，阿弥陀能够住持，阿弥陀要浮上台面，很重要啦。没有阿弥陀上面不行，很重要。所以接引啊，更多众生，救度更多的众生，会感谢南无阿弥陀佛啊，非常感谢南无阿弥陀佛，还有诸佛这次参与，让我认识到佛法，佛法真实的相当殊胜。等你我这个，你们现在认识佛法，知道什么叫认识佛法？能不能答出来？你们找回本来了，就是认识佛法了，那不然不是佛法。你看哪个是佛法？你本人不找到，那了生死出三界怎么是佛法？这认识佛法是找到自己才知道。现在你们空间打开就是自己，不然你看看像庙这么多，哪个人能够像这个求缘？有没有道理啊？这是不能不懂的嘞，啊！所以这个只是知道，啊，这个认识佛法，只是知道有此佛教信仰，但我们未曾经现在这张啊。我要给那个外国人啊，这个外国人给大众讲，啊，真正的知道认识佛法是什么，这张啊我要留起来。他讲的很好，我们台湾来的，台湾语都带了。像我女儿讲说，我小女儿讲的，妈妈你在这里求爷，我们台湾求。我说我回来才能求，我这里不能求，我这里几句啊。为了这冤魂了，都把我搞了这样，你说冤魂哪里？啊，这个当然我也在超度台湾啊，台湾都在超度啊，像三圣殿都在超度啊，整个三个大地都在超度，在净化，都要的嘞。啊，当然了，我还在问佛有没有，这也是佛的师父，我不准笑他，佛才是真正的主宰者，所以只要知道知晓有此佛性了。但也没有正解决其中，啊，以前知道佛法里头就是有佛，佛为信仰中心，佛法还有像我告诉你，假如说台湾啊要求也要超度啊，要大型的法会啊，你都有的，你没有法会，他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插，你法会都，一个礼拜三场哎，有没有道理？才有办法的嘞，回去也要这样才有办法的。那这么有办法，这叫做真理了，这叫做天理了。啊，现在我告诉你，每个礼拜，啊，玉皇大帝全家也来啊，海龙王、东海龙、南海龙、北海龙，啊，现在全家也来。知道啊，摩利有心拜佛，拜拜给他爬，拽拽，摩利王，啊，那干嘛爬不出来给你拜佛？拜佛很重要。只要是知啊，知晓有此佛教教信仰，所以啊，但我未真了解其中，啊，以前知道佛法，啊，你就是有佛，佛为信仰中心，佛法还会有出家的，所以以及一些修行者，我还知道佛法流传许多经典，但那时候，啊，的因缘里，我并没有翻阅过任何经典。在我在世只有
一个言之小，但未有足够引言信辞。现在遇上苏我之后，我才真正明了佛法是什么。啊，苏我讲经令人啊人心啊啊顿悟，苏我非常清楚啊地讲解生命的道理，让我现在也能够知道解脱重要了。这里啊，真心啊也在想要求解脱，啊，就是的任务正积极进行中。啊，未有许多，啊，有许多次的转变与调整，目的都是希望让气候回正常，也让佛法地球气候回正常，也让佛法在世间能够大力弘传，这都是我们所乐见啊。所以我身为一个小小的雷神，虽然我的力量不大，啊，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也尽力去发挥，加上我自己过去生的身份，我能看懂天象，我也能在其中协助调整。说在观想超度之际，我也学习同于其中，帮助更多的众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也能够帮助整个气候恢复稳定啊。其实我也给当大众讲，像这个气候杀业太重，像人道不应该吃众生肉，现在众生都有灵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一直在化解，请了很多上去，其实这个很严肃的问题，很多人不懂。还有一个就是人心啊，像人现在很自私啊，越自私啊越没水啊，所以我也给大众讲啊，你们要修行千万一点都不能自私啊，不是你有家是错误，不是的啊，家都有了要分掉。假如说你为了要修行，你家也分不掉，你不能进行。我好心给你讲要听，啊，所以这个因为在气候的异常中，啊，我也同样也看到相当多的众灵啊烦恼，所造成干扰与影响，这是真的。这众灵就是也给大众讲，越自私越自私，磁场越不好。像人不能自私的，也不能杀业。像你刚记得不是九二一啊？我最记得九二一啊，啊，在这普里来讲啊，这讲这台中啊，台中可以讲是这个人家有地方，要刚好要杀100只乳猪尾，小乳猪尾，有没有也造出来了？就是不能杀业了。那现在台湾来讲。啊，你们看呢？这个生佛风物，我听了，你好像你也听过，啊，一年可以吃一条高速公路的钱，有没有听过？哎，这很可怕嘞！像我们现在人道也不懂造业啦，那我们现在懂了，我们不吃众生都很重要，而且现在也给大众讲哈，人的心善良最重要。啊，纯净纯善很重要，所以他讲的说啊，因为在气候的异常中，我也同样也看到相当多的众灵烦恼，造成干扰与影响，这都是相当重要一个部分啊，因为他们不满了，他们不满了啊，这个众灵干扰在哪里？里面的众生，就像我在讲啊，李嘉诚就好。李嘉以前当过豹，啊，当过豹，他现在有豹痕呢，啊，当过豹，他个性没改，他的豹就起来，就是好像东西还在里面，所以个性一定要改，得意的个性，所以我才说要改，像很多都不改，不好，我就后期没了。你只要有个性，众生知道，所以不能有个性。所以因为啊，在气候异常中，我们同样看到。相当多的众灵烦恼，造成干扰影响，这也是相当的。说众灵要有去处啊，所以我们尽力自己的能力，尽力去做，希望对于啊是产生帮助。啊，在这未当上雷神之前，我过去曾经是一个道观的道人，啊，他修道的人，啊，修行啊这个道法多年，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世间的人。开运命运的，还有推算地理风水，啊，我也能够
推测天下，这是当时我经常会做的事。我在南京呢，帮助过许多人，也为许多人开解命运，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困难。许多人因此愿意相信我，而我也乐意帮助每个人。有很多时候，我在帮助人之时，并未取得任何回报，只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好过一点。那时候，我以为生命就能够顺，这个顺遂更是最大的福报。没想到遇到所有，才是原本解脱生命轮回才是更重要的事。像我今天呢，也给大众讲，我知道是生命轮回，所以我把我自己一生有的都布施。我今天才把佛请来嘞，我今天不做这个事啊，佛不会下来，没有人会做。你看现在我们看每个庙都是裱花而已，他没有真正给你这人生的了生死，像我们现在给你们人生真的了生死哎，真正的了生死哎，这不能不懂。所以我们在生命无数劫中，我遇见一场劫难，是天雷打中民宅，造成许多死亡。这并不是一间普通的民宅，在民宅内有许多幼童，经常都在此学习。我很担心这样的结束影响太大，我便私底下设法改变此劫。我用自己生命换来一结束的平安，于是我在一场劫难中丧命，我被大雷打死，生命结束。我在时候被带到天庭审问，他不是下地狱，是上天庭哎，天庭审问的，因为他为众生呢。他这人心很好，但我的心意坚决，始终认为不该让一群幼童面临这个好奇。其实这个好奇给大众讲，就好像我们有一台车来讲，带满了游览车，一个车为什么会被淹没？他们都过去造业，捡在一起啊，就好像飞机也一样，这都是因果来的了。所以这个浩劫这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太多，有多少家庭会因此受伤。所以面对天地的审问，我始终不愿认错。最后玉皇大帝告诉我通过了审视，因为我没有动下任何私心，只真诚心念，足以改变这场因果的业事。最终玉皇大帝派我担任一区的雷神，直到现在数百年的时间过去，我乃一直是秉公之所，很高兴在此时能够接到救世人，还有非常感恩苏佛慈悲的以化心，非常欢喜加入这次的救世之行，期盼这一切都能够有更好的突破与转变。我亦会继续在我自己的能力内尽力发挥。万分感恩南无阿弥陀佛，我会继续精进，盼能够这个续同弥陀救世。像这一章要给那个华喜，我那天要跟那个人讲话，这张我拿起来给他，我看可以的，我讲给他听。像我们台湾的，你看雷神都请到这里来，这个来到这个贵宝地啊，第一个就是要践行而且能够帮助众生。现在在帮助众生里面，人家看我帮助你，众生就是你你在吗？你们一定要认同众生就是我。那我告诉你，那帮助就有救了。假如说你今天帮助这个只有帮助自己不帮助众生，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救。你帮助众生帮助你，你要记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可以整个大宇宙虚空来自三千大世界来自无边无际，皆可同时以佛眼前佛心中可现，可以的来。
说众生是佛啊，所以你帮忙众生，你就是众生啊，佛是众生啊。所以你在自私啊，不能进去，而且病会来，啊，一定无私，一直付出，一直付出，对自己帮助最大，啊，能够此众过去，现在未来，啊，明明白白，啊，其实无佛当下，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所以我给他，你们要救自己啊，你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没帮助别人的嘞。啊，像我们大家都可以尽心，每个人都可以尽心的来，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像你看我们现在，啊，你们在防空空间一直打开，那个不得了的嘞。第一个不死了，像道教也不动，他也没有缘闻到大法。你刚刚那雷声讲，没有闻到这个大法。现在你要闻到无量寿经了。今天呢、啊，不是我把它知道跟无量寿经去，你们也不能坚信。你们哪个精通学问，走到这步啊？像我一拿到这个，我就我要跟佛学。他们拿了念了那么多，哪一个跟佛学过啊？所以你看，我今天开发就把佛请过来了，没有人会开发的，很重要的。无量寿经很重要，拜佛很重要啊！而且你念经一瞬间你就醒了，一瞬间就醒，它里面很快给你醒的来，看你会不会醒。所以在我们这的功课都非常重要，所以希望大众啊，拜佛啊，给大众讲啊，念无量寿经。啊，超度很重要。